大家好，我是奥义 t 上一期的国际象棋残局里，我讲了吴斌的残局。这一期还是七个子，但是有一个兵。那么它的最长记录，世界最长记录是多少呢？是五百四十九步。这同样很精彩，而且步数呢比那个更多，创造了世界纪录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 最终也在给对方保留一个象的基础上，用后将黑王将杀。好，这个棋局五百四十九步，你有没有被震撼到？我们下一期再见。